漂亮的灯，这是怎么做的呀？ini ya festival ini ya. 哇，好多小摊啊！All that out there. 哎，来试试机关棋坛吧。瞧你，这台留影机似乎有什么玄机。如果可以的话，你们要试试邀请萧一起去吗？Yap, gini ya. Be. Wah. Tamen 的声音常常在我的耳边出现。哦，如果你下不去手，就叫我来，紧腰挪舞。不要用凡人的标准来揣测仙人。Tower defense nih, event baru nanti nih, tower defense tuh.Baru juga nih di 1.3 ya. Senjata baru nih kayaknya nih. Ya kan, weapon baru juga nih teman-teman. Elektro ya, oh yang hidro macam-macam nih. Coming soon. Domain baru ya, ya nih. Animal. 在这千年以来，我猎杀过数以万计的怨魂，不想惹上麻烦，就离我远点儿。把我当作工具就好。好，小冯元素神之眼的持有者是通过了战斗守护了离月上千年的仙人。那么小擅长使用长柄武器，可以进行至多六段的连续枪击，那么消耗一定体力，释放重击将施展上挑攻击。那么小拥有特殊的下落攻击，根据施展下落攻击时的高度不同啊，将造成不同的伤害。此外，萧进行下落攻击时啊，无论高度都将不会受到下落伤害。那么元素战技分轮两力啊，可以瞬间向前突进，并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伤害。那么该技能也可以在空中释放。分轮两力啊，初始便拥有两层充能。该技能为萧带来了相当出众的机动力啊。那么解锁天赋坏劫国土碾城后啊，释放分轮两力。会使之后七秒内的分轮两力伤害提升15%，该状态持续七秒，最大叠加3次。那么每次叠加后啊，都将刷新效果的持续时间。那么元素爆发近妖挪舞啊，以持续损失生命值为代价，使萧进入了这个夜叉罗面的这个状态。那么提升伤害的同时啊，将萧的攻击转化为风元素的伤害，并大幅提升跳跃能力啊。那么配合下落攻击，夜叉罗面状态下的萧啊，将令敌人为之胆寒。那么解锁天赋降魔平妖大圣后，处于近妖挪舞状态下时，每3秒萧的伤害力都将提升5%，最高可提升25%的伤害。怎么样，是不是很想让我们帅帅的萧大人立刻加入队伍呢？那么萧将在2月3号，也就是我们的 1.3 版本开放时，同时加入我们的卡池烟火之妖当中。那么希望我们的旅行者一定不要错过。好，为了庆祝海灯节的到来，我们离月七星们啊也一直在忙碌着协调整场的庆典。那么2月17日，我们的
停泥快雨克勤，将自开服以来首次迎来 UP， 加入我们的卡池鱼龙灯咒，作为一直深受我们玩家喜爱的璃月高人气角色，那么旅行者一定不要错过哦。好了，按照我们惯例，bawa ini ya, gift code ya, yang bawa gift code tuh, yang bawa gift code guys, 100 primo sama 10 batu ya. Genshin。小明，去拿点吃的吧。哎，好。啊？吃苹果还是吃橙子？都吃。别的要剥皮吧。好一点。dari sananya ngebuffer ya, dari sananya bukan dari gua nih。你们在干嘛？可以看到的这个就是呢，在1.3版本中啊，我们的旅行者自除夕起。那么持续参与我们的签到活动，即可领取总计10枚的纠缠资源，相当于免费的10连抽哦。那么这还不够，那么元宵节的时候呢，我们还将通过邮件发布明宵共赏，那么旅行者将会陆续获得3枚纠缠资源、2枚脆弱树枝等实用材料。那么除此以外呢，旅行者在海灯节3阶段后啊，还能够通过参加活动获取我们的自选4星角色礼包，那么里面包含有我们璃月现有全部的4星角色，有包括宁光、北斗、香菱、行秋、重云、星夜，那么旅行者可以从中任意选择一位加入你的队伍。此外，我们还在 1.3 版本期间为旅行者们准备了多项活动玩法，旅行者能够通过参与活动获得总计至少1600枚以上的原始奖励啊，并且一些非常实用的人物突破素材啊、武器突破素材以及较为稀有的人物天赋升级素材，都将在新版本各项活动期间可以被旅行者获取得到。好，了解过我们海灯节的这个庆典活动奖励之后呢，再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海灯节期间的冒险故事。那么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海灯节的会场啊，一探究竟。首先，在我们 1.3 版本旅行者啊正式回到璃月港之前，将会先去见见我们的萧大人。在萧的个人任务中啊，我们将与他一起同行，那么通过战斗啊驱除妖邪，守护璃月。啊，我们也会将会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这一名新人我们的萧大人的这个决心啊。那在完成萧的个人任务后呢，旅行者们将会重回璃月港，参与到海灯节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那我们这个海灯节啊，基于这个节庆的这个热度，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我们的节庆方才始、众客云集来、万家消灯光，是不是听起来很有逼格、很有诗意啊？好，我们的旅行者啊，需要通过完成这个海灯节仪式中璃月居民的各色的这个请求啊，来够提升这个节庆的热度。Ngebuffer lagi nih。那么最终通过守护地脉阵时不被破坏，或阻止足够多的敌人逃脱，来赢得奇阵的胜利。那么旅行者啊，可以通过奇术符来解锁新的机关类型，或强化已有的机关类型。那我们的奇术符呢，可以通过在奇阵中破解局内玄机能够获得。那么进入奇阵后啊，旅行者可以通过消耗奇术点在指定的位置来建造自己的机关，不同的机关拥有不同的效果，合理建造和配置机关可以有效的打击奇阵中涌现的怪物。那我们的奇术点可以通过在奇阵内击败敌人获得。那么拆除已经建好的这个机关呢，也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奇术点返还。那么在奇阵开始啊和击败一定数量的敌人时啊，旅行者有机会消耗这个奇术点，然后选择我们的奇阵玄术。有些奇阵玄术啊可以强化旅行者的机关，有的奇阵玄术呢，这可能在大幅强化机关的同时带有可怕的这个负面效果，所以请旅行者谨慎选择。那么旅行者通关我们的机关奇谈，
还将获得数量不等的平安玉符。那玉符呢，可以在我们的消食当中兑换旅行者心仪的物品。那么对于热爱挑战的旅行者，我们的机关奇谭也提供了多种难度。那么高难度下的机关奇谭啊，相信能带给旅行者不一样的挑战。哎，前面介绍了这么多我们海淀街的这个活动啊，对于更热爱在大世界中展开冒险的旅行者，我们也可以在主会场中找到季童。那么旅行者可以从他的手中获得来自枫丹的奇特的留影机，参与到福至五彩的活动。那么装备我们这个奇特的留影机后啊，那么活动期间啊，每天会有不同的这个指定的拍摄对象。那么的旅行者啊，需要到我们的大世界当中寻找这些拍摄对象，用我们奇特的留影机捕捉画面。在拍摄这些对象时啊，可以随机获得一张不同颜色的相片。那么每天啊，拥有十张底片可以供拍摄。那么集齐五种颜色的这个相片后呢，旅行者就能在祭童处换取福至宝匣，得到其中的奖品。好，那么活动期间啊，至多可以换取8个福至宝匣。那么每开启一个宝匣，都将获得一定数量的原始奖励，外加3-1的随机素材奖励。那么多余的相片也不要丢弃。那么旅行者啊，可以与好友互相赠予这个相片，那么通过集换的这个方式啊，更快的获取我们的福至宝匣。哎，我们旅行者如果不嫌弃的话呢，届时也可以跟我来换取我们的这个相片。好了，那么海淀街我们主会场的活动就暂且介绍到这里。下面让我们放松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全新的怪物即将登场。就你我都睡会儿懒觉，就不等我一块儿过去，还让我拿年货，真的是。王大爷，新年好啊！哎，怎么没见跟我爷爷一块下棋啊？小明啊，你总算回来了。我跟你说，他有那宝贝心头肉以后啊，还哪有我们老哥几个了？哎，心头肉，没事就挂了吧。晚上我和你妈约个朋友吃个饭。今晚哪里也别去。这是小明小时候最爱玩的泥巴，今天我送你一个。不要回就别回来。别回来。来，吃菜。嗯。哇！好可爱。啊，parah anjir。爷爷，我。Win gacha katanya。心头肉了，原来你也玩原神。Nah ini untuk monsternya ya, monster barunya nih, kayak Dino. Pyro ya, amin Pyro.Masuknya bos ya, beda sama yang kecil tadi. Perasaan gitu sama aja. Itu beda lagi nih. Ini ya fungsinya apa lagi nih? 海淀节期间，我们的冒险家协会啊，收到了很多有关危险生物炎龙蜥的出没情报。那么里月港的凯瑟琳正在委托冒险家进行深入的调查。Ada primonya dir.每日将会提供8项龙蜥寻踪的派遣调查委托，旅行者呢可以选择其中的4项进行派遣。那么不同于以往的这个派遣任务啊，在龙蜥寻踪的活动期间啊，旅行者可以派出多名角色加入调查，每增加一名符合条件的指定角色，都将提升获得额外奖励的概率。那么此外旅行者呢，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好友的角色进行协助，互相帮助，打解难关。
那么根据调查委托的进展啊，旅行者还将遭遇这个巡。Gue kalau nge-frame gini, gue skip sih nanti, nyer. Gak tau ya tulisannya apa, gue gak tau. Ya, dianya istirahat ya, dia istirahat nih. Nah, lanjut. Ya, kelewat dong. Zong tao fa, hu jiang zhi mian qiang di. Wo lai dai li slime, wo lai kan yi kan. Hao, yang ngeprem lagi dong. Wo men de tu jian xi tong ying lai le jing. Ngeprem lagi nih, jir. Ada bubuk itu juga nanti pas update 1.3. Zhuan huan ba mou zhong yuan se de jue se tu huo cai liao. Zhuo xiang yao huo de geng duo jing yan he mu la de hua, ke yi san yu de. Ini lesnya dari sananya ya. Agak ngaco. Nama di mai yong qi jiang.旅行者可以每天在大世界获得三次的这个双倍经验，或者双倍能量产出。哦 ，Fenty Comic 对旅行者培养习惯是十分有帮助的，所以旅行者们一定记得不要错过。原神除了个性丰富的角色和广袤的这个大地之外呢，优美的音乐也是玩家津津乐道的内容之一。所以 1.3 版本期间啊，我们也将上。Oke teman-teman, terima kasih sudah nonton. Jangan lupa like, comment, share, dan juga subscribe-nya ya teman-teman. Mungkin kita akan bertemu di next video aja ya. Oke gitu aja. W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